这一球打高，在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左外手过去之后击杀了往正面的飞球。这一球带起来，在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。这一球出手打高了，左外野方向的飞球。 锁定住，接杀出局！哇，今天到目前为止唯一力保不失的投手是高国庆。哇，这边真的是也很少看到的。这时候上来，徐总是认为林振峰是干脆去守一垒好了。你现在，这看到。 林权的表情也有点这个惊讶啦，就觉得怎么是换我上去投？<笑>好，那让林振峰。哦，没啊，怎样？有很多新闻在可以写的。对对对，可能徐总应该会蛮多人来访问他哦，这个调度。 这样子的调度啊，花花也蛮尴尬的，会不会打到一垒方向呢？这个球等了一下，投出好球了。哇，投出好球！一打这些观众直接跳开。嗯。哇，这个球偏低，再球保送。第一球压力蛮就短嘞，就踏在投手板哦。 这个球就打到在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球之后穿二垒，哇！林义全果然是解决掉了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，抓到第三个出局数呢，看到林义全投球，整个一个重心放到中礼拜五的那个跟火战，哇！而且王世豪上来哦，还不行，黄浩然不能再上来。 不要做假动作骗大家，就好了。又是一个冲天炮，哇！余德龙上来接连解决了中信兄弟队两位打者，又是一个内野的滚地球，在这个半局，余德龙只投了6个球，投出了3上3下。 所以现场的原名朋友呢，也给余德龙非常热烈的掌声。休息一下，来欣赏拉米狗9局上半的局控。杨耀勋在保送及挥第17分之后，换上了原本的中外野手郭永维。那投手球上面的杨耀勋呢，直接等于是跟中外野手做对调。这个球打成了你方向的滚地球，先传游击，再传一垒。 结果在这边呢，胡俊勇打出了双杀打，结束了在8局上半的进攻。这两个人比较来看的话，拉米狗是带的比较多的野手，投球相对人是比较少一点。三垒方向呢，滚地球先传二垒，再传一垒，虽然打出了一个5-4-3的双杀打。这个球打成了右边方向的飞球，就是郭彦文过来接杀。